早，我们现在在大熊湖。昨天晚上很 impulsive 的就决定要来大熊湖了，然后7点多出门，9点半到这边。大熊湖好是蛮好的，但是后面最后的那段山路真的是让人啊。不过带着小孩子吧，这个还是不能太想到哪是哪。才就这么睡一晚上，就发生了一些小意外。看妹妹的脸被小虫子咬了，明明跟我睡在一个床上的，我一点事儿没有。哇，给妹妹挖出来这么大个鼻屎，那么小个鼻孔能出来那么大个鼻屎，辛苦你了妹妹。好，我们先来一个简单的这个小木屋的 mini tour 好不好。看这边是门，门进来了以后就是一个床，然后这边有一点点的小 living area， 然后一个洗手间，进客厅还有一个洗手间，然后这本来是个沙发，拉下来就是一个 pull-out bed， 所以这个房间可以容纳最多4个人，还挺周到的，因为它有2个洗手间，所以挺不错的。这是一个厨房，小的 dining area。 Yep, that's it。 到处都是 bear 的东西， bear cushion， bear carpet， 哥们 where'd you go？ 这什么呀？石头。你捡的小石头啊？哇，这是哥们特意委托我带过来，带回来给妈妈的。哇，谢谢 Kevin。 客气。嗯，外面好玩吗？好玩。是不是那边有个小公园？对，还有那个小公园。还有个小公园，好玩吗？然后滑梯，然后摔到屁股。你摔到屁股了？然后太快，咻咻咻的。好玩吗？我们出去玩好不好？我们今天还要去滑，我们今天去坐船好不好？就出来，然后来这个。好，拿着你的小石头。走吧。走吧。嘟嘟。嘟嘟。嘟嘟。Come and say hi to the camera. Good morning. Good morning. 妹妹。但是妹妹会笑啊。Yeah. 来讲两句吧。今天洛杉矶可能还有个90度，80-90度，对，海森达海肯定是90+、嗯、对，这里呢，但是我们呢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北部的塞克斯，那儿有没有好多熊呢？对啊，大伟，你看那边是什么？巴迪，我们去看看巴迪好不好？哥哥你看，他是不是还提了一个灯灯？这个也趴着哦，这个也趴着，他这个坐着。多少给你数一下。宝宝你看看他，他是怎么样？是耶，是他拿着灯灯。他身上是不是都缠着灯灯？哎呀，赶快去看看呀！你去把妈妈跟在你后面。你
开了什么呢 ？Pumpkin， 这是一个 bear 的挂钩，它在划船，对不对？所以 bear 跟 moose 是好朋友。OK。科伟，你知道我们现在去干嘛吗？我们现在要去划船。妈妈也要上船，妹妹也要上船。我们都要上船啊？对。好吧。还有爸爸也要上船。我们都在船上，是不是？那爸爸能抓鱼。爸爸还抓鱼啊？那爸爸有点能耐啊。This is gonna be epic.船租好了，所以妹妹可以上去吗？可以，耶！对，爸爸给你租了一艘船，咱们去开船，好吧 ？Let's go。墨镜。我拿铲子。拿上，拿铲子。妹妹，你坐船头。还挺好的，是现在。爸爸，你岸上走。12点可以一个玩一个半小时。Let's go。忘拿眼镜。你看看有吗？没有呀。现在还没有，是不是？马上就有了。对，马上就有了。好 ，Thank you. Big steps. Good job. I'll be right back. My name's JC. I will be here when you are. Gotcha. 我也不能船长了。Yeah, you're captain.挺好看的。
喇叭 ending， 以我们 Camber 的 ending。嗨 ，Camber， 你开心啊？哎呀喂，到家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最想家的是妹妹。草莓妹妹。